2024龙岩湾区春晚联合特约国悦酱酒，文旅合作伙伴长隆度假区，大力赞助伙伴广汽埃安，晚会指定产品钻石世家、燕棠乳业、健力宝、百度熙壤、百度网盘、武汉乐巢里、明谢、泰利集团、湾区生活馆。浩瀚的星际中，东方的星宿称为苍龙。啊，第一次直播间人数过百了，这龙确实有福气呀、家人们点点关注啊，我也有榜一大哥了。哥，你给火箭我就去。啊，还挺真的呀。家人们，我寻龙去了。哇哦，大湾区我来了。
实万事兴。祝小朋友们聪明伶俐，节节高。祝有情人情比金坚，甜蜜蜜。祝追梦人龙腾虎跃，蒸蒸日上。祝长辈们福星高照，笑口常开。龙年龙舟入水，祝大家顺风顺水。祝大家龙年行运一条龙。我喜发光彩，我要为你恭送一句，使你永长存。太千难挡，山里长兴旺，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稳大志。星星要醉共欢喜，杯杯要盛共欢宴，年年欢乐欢乐年。千载百世共欢喜，千载百世共欢宴。
去广州，去东莞，去中山转一转，吃完早茶喝糖水，再点包再饭。东山口到深圳湾的风景都很好看，可就是听不懂哦，后中音的一音感叹。去唐佛山，去掌门，去找青花，一逛梅红店庄，到祖庙听白月剧场，南山天爱横琴花里四舍放口成花，美后冷了冷在塞灯丝高买干车，飘中无石头，飘逸在龙舟，永春飘色转调彩灯火儿几楼都保留，回去吹海风，珠海山霓虹，珠江潮涌荡，春世界唱开局出梦。Beside the harbor, the cow skyscrapers rise above the elders dancing in the park. City's alive from dawn to way after dark, with all the people in their dreams lighting up reality. Wisdom from the ancients leads new technologies for the trains and drones fly. Robots serving Wi-Fi, black box art toys capture the wonder living in our eyes. As we say hello, now one.师傅啊，不会说咱就别说。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俩人不是外人，是我亲生的徒弟啊。什么叫亲生的徒弟？那应该叫亲爱的徒弟。今天咱来湾区过年，你俩可得好好表现，表现好了，咱们一起在湾区过大年。放心吧，师傅。一首《你看起来真好笑》送给大家。那个，你看起来是挺好笑的。那是什么？那叫你笑起来真好看。对，送给大家。会唱的朋友们，一起来。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花园，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花园。
来来来，啊！锣鼓咚咚迎喜庆，龙飞狮舞送欢腾，一年倒比一年好，来年一定更火红。祝大家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笑口常开，财运亨通，阖家欢乐，身体康宁。好，别过来，太好了，行，你过去，哎，你给尤先生，嗯，你怎么来了？我还想问你呢。高攀啊，你不是说你要在哈尔滨过年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哈尔滨小土豆太多了，我来咱湾区当大土豆。哎，我们用大土豆吗？啊，我们也是来湾区过年的。行，既然你们要来湾区过年啊，你了解咱们湾区的民俗吗？那当然是了解呀。你知道什么？你说说。咱湾区啊，有一个小民俗哦，叫砸年。砸年。砸你呀，哎，哦，就是压碎的意思呀。哦哦，比方说啊，我们买菜得有根儿，这叫有头有尾。哦，我们行花街啊，我们买那个剑兰甘蔗，这叫节节高升。那我要过年买个煎饼，这叫举步维艰啊！我祝你明年举步维艰。哎，我真谢谢你了，我。反正我们了解湾区的文化，了解湾区的民俗啊，知道的也是不少。哎，你要想来湾区过年啊，你还得会说粤语。这粤语，粤语会说吗？毛贼呀，什么意思？嗯，不知道。还说对了，还真说对了。这个，我跟你说，粤语我们不仅会说，我们还能拿粤语唱快板呢。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啊，拿粤语唱快板。对了，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是啊，刘宪超，你们今儿要能唱出来，我茄子啊，我们要能拿粤语唱出快板，你就那大茄子。对了，各位，这可是他说的啊。啊，来，粤语快板展示。鞠躬躬，招地堂，哈西地跪跪粉罗场，听说阿妈有紧叉音，阿爷睇到佢双掌公，哈西地跪高神，我帮手阿爷分听了应，鞠躬躬，招地堂，哈西地跪跪粉罗场，听说阿妈有母语哈罗，阿爷地母有飞到天宫，好。各位啊，刚才他可说了，我们要唱出来他是那茄子，跟我一块喊啊，来，一二三，茄子！您跑这集体照相来了啊？再说你们听听他那广东话啊，你们听得懂吗？你要是不服，咱接着比，接着比，来，我考考你，你说，人身体上什么部位可以修饰人的双手？人身体上什么部位可以修饰人的双手？对了。这不知道，不知道。你说，告诉你什么？毛发，为什么是毛发呢？因为毛发后生是压对手，但是问你问你在背后。啊，哈哈哈哈，跟我玩谐音梗。行，你要这个我也会听的啊。我们听听，说大名啊啊，养小名，请问什么养大名？老名。错了，那是狗。怎么是狗呢？因为狗远大名。行，你再听这个啊，恭喜发财，打一个国家的名字，猜有钱的国家啊。迪拜。不对，那哪儿啊？比利时。怎么是比利时啊？到了咱们湾区啊，只要你一说恭喜发财，啊，他们就说比利时呀，你看，恭喜发财，比利时呀。哦，那都说完了，就发红包吧，发红包呗。啊，你看，所以说我们得在湾区过年。哎，别，你这样吧，我听明白了，你们也了解湾区，是我们也明白湾区。对，湾区这么大，什么都能容得下，咱干嘛不一块儿在这湾区过年呀？太好了，这样你们用唱歌的方式，我们用快板的形式，咱们一起通过电视机邀请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到咱们湾区，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大湾区粤港澳，
九市两区同欢笑，充满活力城市群，创新发展中国造，环境优美空气好，青山绿水枝繁茂，科技创新步步高，人民的幸福是目标。不知道在那天边可谓有尽头，只知道晒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同享岭南风，同饮一江春，同食广府菜，同说粤语音，同住霍尔屋，同是大班人，龙年来到笑开颜，我们湾区给您拜新年。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很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哦，礼多人不怪。我说啊，我记得我才来广东的时候，收到第一个红包还挺惊讶的，因为一摸薄，好像有点薄。后来发现啊，在咱们大湾区，其实豆力士是很特别的，虽然里面不多，但氛围感特别好，特别的热闹，量大。哎，其实啊，力士里面有多少一点都不重要，没错，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好意头。老广不是有一句老俗话吗？讲心就唔讲金，礼轻。情意重。那你看，其实过年的时候往往我们都要准备这样一沓利是。哎，走到这个门口，我们碰到邻居小孩了，说声恭喜发财，哎，派个利是。然后楼下遛弯的阿姨说声身体健康，再派一个利是。到门口了，咱们保安说声出入平安，再派一个祥话啊，再派一个利是。好有派头啊。这派出去的是利是，但收到的那可是满满的祝福。的确，哎，看来在广东要多准备一点利是啊，咱们这可能还不够。 是要有派头。利是不局限于亲戚圈、朋友圈、工作圈、生活圈，可以说从小家派到了大家，那都可以。而且在广东派利是，我觉得这利是一派啊，就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人变得更亲密了。没错，对，没错。我发现在广东啊，派利是派的是一种热闹，斗利是也斗的是一种氛围。过年期间每一个人都喜气洋洋的，大家都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于新年美好的祝福，可以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说得太棒了。所以说啊，过年都来咱们大湾区，多斗利是，多发财。而且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做心情好，好运自然来。所以说接下来咱们这个湾区年货必须给大家安排一波的就是好心情。My wishes, I'll give you the vow of my life, and oh, be in lov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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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ove. Help me for life and living, all is the offer of giving, the end is part of eternity, and oh, be in lov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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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hough the word may be simple, yet the feeling is true and deep. Here's a pledge for you to keep my true love. L-O-V-E, I'll make your life worth living. I'll take it, I'll be given. Please take my vow of eternity. L-O-V-E, lov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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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La la la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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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in love。回家看，身心快乐甜如糖雨下。心境开朗如大人有他，不需惊怕落雪风雨打，陪着他一早喝那红茶杨柳下，身心轻快定下手去吧，即使天意地冧都不怕，我每天见到他嘻哈多说话，日日想他，夜夜想他，天天心挂。我爱心无虚假，永远也都听句话。热我的他，我要变化，要变天地，常在你无限下。掌声欢迎温拿乐队，欢迎，谢谢谭校长，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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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哥哥，陈友老师，建新老师，阿强老师，哇！今年是温拿乐队成立50+1年，哇！51年，好。原来各位老师已经互相陪伴了半个世纪了。哎，我们首先请五位老师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好，阿强先咧，好啊，哎，祝大家年年有余。好，我祝大家今年龙年行运一条龙。好，心想事成啫。好，好，祝大家开开心心，打鼓嘅咧棍棍应啊，正啊。
我祝大家身壮力健。谢谢五位老师。其实呢，看到我们温拿乐队呢，可以说是有种爷青回的感觉，有没有？有。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听他们的歌，刚才真的是大合唱，但是有一首《阳光》，我觉得在这里一定要 Q 一下，沙啦啦。我哋识唔识先？识唔识先？迈下脚，沙啦啦啦啦，沙啦啦 in the morning， 哦，沙啦啦啦啦，沙啦啦 in the sunshine。再嚟一次，迈下脚，沙啦啦啦啦，沙啦啦 in the evening， 哦，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 just for you。谢谢我们的温拿五虎，最后趁着我们今年的龙年，也要祝贺我们的温拿五虎是龙虎精神，谢谢。走走走，李老师，严大哥，走。哎呦，你太客气了，我必须送你啊！啊，真是麻烦您了啊，帮我们修好这发电机，太感谢了。小事一桩，顺手就修好了啊，没事。李老师啊，年年帮我们检修设备，你这还不要钱？哎，海洋上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真没有啊！哎，李老师啊，哎哥，要不您哥，那个是这样，你老师的这样叫我有点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工程师嘛，啊，你叫我吕工就行啊。同事都这么叫我。好，吕工工程师，对，要不您留下吃口年夜饭呗，哎、吕公公，这天儿都黑了。叫小吕吧，小吕，小吕公公，您就留下来吃口年夜饭呗，这天黑怪危险。就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啊啊！那我就不留您了啊。行行行，您这个返航的时候啊，可得注意安全。最近啊，这不海洋生态环境比较好嘛？啊，有的渔民说呀，在海上遇到了这个海豚，海豚啊，也希望你能遇海豚交好运。再次感谢，借你吉言，哥，走了啊！哎哎哎，哎呀，我想六点了。快点了！哎呀，哎，这是坏了吗？哎呦！新年好！哎呦，好心人，海豚吗？过年好！哦，真的有海豚。我现在呢是在用低频率的声波和你进行交流。哎呦，这环境真是越来越好了啊！浅水区长出海豚来了。小海豚，那个您有什么事儿啊？我着急回家呀。一年前呢，我在这边的浅水区呢，突然间又就给搁浅了，然后我就回不到上海去了，我觉得特别着急。这会儿有一个渔民在帮我救了，说的。今天呢，我是来报恩的。一句也没有听清啊，就是太快，慢一点呢。我是来。报恩的，你慢这一句有什么用？从头来，从头啊。我出生在南海，一岁去上学，跟我妈学捕猎。后来太从头了。你不让我从头吗？那我从哪说呀？你就说你过来找我干啥就行啊。好心人，我是来感谢你的。明白了啊，收到你的感谢了。行，那我得走了。你海豚不知道，今天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啊，今天是你们一个庆典式的节日，对不对？对，叫什么来着？春节？哎，不对，叫什么？除夕？哎，不对，叫什么？大年三十？错了，叫大年三十，就是大年三十。大年三十一样，三十儿。那是北方的叫法啊，我老家才那么说呢，在这边哪能那么讲呢？哦，所以你是北方鱼。谁是鱼？谁是鱼？豚啊，哺乳类动物，海豚。对，你得学什么呢你？对不起，对，北方豚，哺乳动物。哼，哎呀，行，不生气了，不生气。不是，你跟我说说，你找我到底有啥事儿？你也没整明。你说，你一个人。在海上过年是不是觉得很孤单呢？你说你大过年的吃不到年夜饭，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觉得很失落呀？我倒也……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小海豚陪你过年呢？
我需要一个小海豚啊，放我回去过年啊。这样这样，小海豚，哺乳动物，好不好？你有时间啊，陪陪你家人，我真得走了。哎，我也想陪陪家里人。我父母走得早。哎呦，呀呀，对不起对不起，前天就去香港旅游了，走得太快了。那你叹这么大气干啥呀？按照你们这习俗过年，我得送你点新年礼物。你别走啊，你去没有？等我等我等 我，真不用，咱送不着。不是我让人看见一个海豚给我送礼成啥了呀？我，啊啊，哦、啊，龙虾的话，我还有呢，还是可以。这个小吕啊，哎哎，哎呦，小吕啊，这怎么还没走啊？严大哥，我在这收礼呢，我一个啊。我是说呀，我这个手里呢有一个可爱的小龙虾。哎呀，你这多不好意思呀！这送礼收礼的，你这是要送到我手里是不是啊？哎呀，小吕，你听我说，我这看你这船没走，我以为出什么事儿了，我这特意过来看看。你说你送我这么堆东西，我不能收吧？对不对？对呀，对。那你给你吧，你说这么贵重，那我就收下了啊，谢谢啊，小李。哎呀，你尝尝啥味儿？你给我发个信息啊。哎，我这儿还有一筐呢，还有一筐呢，还有一筐呢。呀，你这不好事成双了吗？我这筐吧，我是我。哎呀，你先拿。哎呀，你这大螃蟹，那我走了啊，谢谢啊，小李啊。你可少吃点啊。哎，这是最后一筐了。哎呀，这真得是最后一筐了啊，这我这都没地拿了。那你抱着吧。哎呀，好。哎呀，那我就走了啊，小李，谢谢啊。这盆满钵满的，我走了啊。那你煮了，你给大家都尝尝呀，你别自己吃了。哎呀，搬你们的东西挺累呀。哎，我送你的礼物还合你心意吧？嗯，他肯定是很合他心意。我这儿还有个拿小珍珠做的小项链。哎呦，这太贵重了。这个呢是送给你孩子的。哎，那个小海豚，这个误会了，我自己还没结婚呢。哦，啊、没成家呢？没有没有。哦，哈哈，行，你这啥意思啊？不是，我上个月结婚了。哦，那恭喜啊，恭喜恭喜！哎，对方也是外地来的。哦，哎，我们两个在一起吃饭，我请他吃鱼生，不是我教你，吃到一半我说为什么吃，因为鱼生有你。啊，你还是会啊！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在这边安家了。哎，这两年啊，还有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都迁徙到这边来了，我们还交了好多朋友。哎呀，每天可热闹了。哦，这两年有很多海洋生物迁徙过来吗？这个呀，就得感谢你们人类了。感谢人类。这两年大湾区的水质是越来越好啊。对对，哎，还建立了海洋保护区，而且很多沿海城市啊现在都用清洁能源发电。嗯，就是那个，就是转来转去那个。我知道、哎、你不就是做那个了吗？风力那个叫工工程师啊，跟公公没啥关系。哎呀，都说要迁徙到这边来，水质好，吃的也好。那你从刚才就一直就是送东西又啥的，说感谢我是为啥呀？一年前我还是一个小海豚的时候，我在这边搁浅了啊。浅水区的水让我觉得难受，但是有一艘渔船把我引导到了深水区，当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等一下，你是说一年前那个小海豚发育那么良好吗？吃的好呗啊！而且啊，我必须在年前给你送东西，因为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你也要去香港旅游了。哦，你，哎呦，你是身体咋了？扔了，走走。这是我后天去香港的船票。长出船票了？不不不，我藏我皮下脂肪了。该说的话我都说了，礼物也送到了，我就不打扰你了。再见，好心人。再见，新年快乐，海洋的圣诞会越来越好的。海豚去香港要坐船吗？真走了？不行，我也得走了。不是说见海豚交好运吗？我怎么海鲜也没有，我这年夜饭也赶不上，我这交啥好运了？哎呀，今年又是我一个人过呀。走，小鲤鱼啊，你不是一个人。哥，我船上真没海鲜了。我跟你说啊，除了我，那村民们都来了。我船上最后一筐呀，他拿走了。别吧，小鲤，你别误会。这大家呀都是来感谢你的，这几年呢帮了我们不少忙啊。没有那个广播员小刘啊，放首喜庆点的音乐。哎，小李，你猜我这手里是什么？你刚才那些海鲜呢？我都给炖了啊。你呀就留下吃口年夜饭，对不对？你吃完再走吧。那我给你添麻烦吗？有啥麻烦呢？来吧。对了，在这里啊，我和村民们一起祝你新年快乐。快乐，新年快乐。走吧。那我拿个东西啊。小海豚，新年快乐。啥？什么小？哎啊，我外号啊。你外号叫小海豚啊。对对 对, 对，走吧走吧。感谢本次湾区春晚的各位合作伙伴们，他们分别是晚会联合特约中国艺术将相引领者国乐酱酒、文旅合作伙伴长隆度假区、大力赞助广汽埃安更聪明的陪伴、晚会指定产品专注高品质天然美钻的钻石世家、诚邀肠胃对牛奶敏感的你亲身体验的雁塘 AR Beta 酪蛋白牛奶，以及健力宝、百度熙壤、百度网盘、武汉乐巢、李泰利集团，感谢你们。同时在这里还要感谢街七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还可以登录广东卫视视频号直播间，边看直播边点击屏幕左上角的抢福袋，就有机会获得由国乐酱酒、钻石世家、雁塘乳业和健力宝送出的丰盛大礼。而且啊，每十分钟就有一次抽大奖的机会哦，所以大家还不赶紧拼手气。老豆，过年可唔翻嚟啊？公司好忙。行，那我省得做饭了。你李叔找我去打牌，我就不跟你讲了。
伤。到今天我在打仗，和你当日同样，被困某处思乡，全靠星月明亮。归家路总算有方向，听着夜宣欢欣，已拿下胜仗。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爱。天才懂那苦爱，欢迎周柏豪，欢迎柏豪，谢谢，快乐，快乐，谢谢，好温馨的一首歌曲，来，请坐，请坐，好。大家好，刚才柏豪为我们演唱了充满温情的《小船大海》，这首歌可以说是很多中国父子关系的写照。对于柏豪来说，它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是柏豪送给他爸爸70岁的生日礼物，对吧？是的，是的。因为我爸爸是一个比较不太爱表达自己的一个爸爸，不太爱说话，但是没关系，那就我来吧，我主动一点。所以我们年轻人做孩子的要主动一点，跟爸爸妈妈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哎，其实啊，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沟通跟交流思维当中，特别是爸爸和儿子，有一些很感人的话，表达爱的话，往往好像不太好意思说出口。你比如说，儿子，我爱你，又或者是儿子，我想你，甚至是儿子我需要你等等等等，特别是老爸们，他们会很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柏豪说的对，我们做儿女的主动一点。对，柏豪那么举动的来望住来嗰部机，对人的镜头有什么想对父母说的，爱要大声说出口。爸爸妈妈我爱你，我也爱你们，我也爱你们。除了对自己爸妈，还要对全天下的父母想说点什么？祝天下的爸爸妈妈永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好，谢谢柏豪送出的祝福啊！其实无论是孩子对父母，还是父母对我们，其实最重要就是健康和平安。肯定，非常的朴实，但又却非常的珍贵。在这，我有个提议，今年不是龙年吗？欢迎柏豪带着周爸爸还有两个孩子来到我们的广州长隆看科莫多龙啊，沾沾龙气。同时呢，也祝愿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龙精虎猛，能够祝愿我们的周爸爸做生意是聚拢入水。但最重要还是希望咱们一家人能够健健康康。谢谢。
下想年少的花，铺在天空等海鸥衔走它。遥远的凡人风浪拍打，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从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一弦月影发似挥洒，人生淡雅用如意书写童话般炎夏。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重刷你留藏藏的喧哗，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他？笑看烟花像海鸥飞去吧，歌声里理想奔向落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从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指尖的樱花如蛇蝎，谁的沙花疯狂的热爱夹带着温雅。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重刷留藏藏的喧哗，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是广东卫视龙腾盛世大湾区2024龙年春节晚会的现场，坐在我身旁的呀是来自我们大湾区的农人朋友们，他们今天为我们带年货来了，看看都有些什么。新年好，我叫黄瑶冷三耳，来自连南大坪镇。我们连南山上有田，田间有稻，稻穴有鱼，祝大家年年有米又有鱼。哇，好一幅稻香鱼肥的画面啊！连南我去过，当地是九山半水半分田，所以我觉得三耳坡特别的不容易，不仅克服了这样的地理劣势，将1000多亩撂荒的土地扭转成了有机水稻，还带动了350户农人增收致富，真正的实现了从种好米到好有米的梦想，非常的了不起。陈栋，大家新年好，我是广物控股集团的陈栋，目前派驻在街西县辉寨镇马路村。街西的农产品非常的丰富，有脆甜的橄榄，香甜的炒茶，甘甜的油柑，还有清甜的菜心。祝大家新的一年和和美美，甜甜蜜蜜。
谢谢谢谢陈栋，这些各种各样的甜啊，都源于我们中国的天然氧吧接溪县，还有像陈栋这样的新农人，在政府和企业的多方协力下，加入到了我们乡村建设的大队伍当中。而我们的百千万工程呢，也正是因为有老农人的坚守，新农人的加持，才让我们的农产品更健康、更天然、更美味，也让我们的乡村更美丽、更热闹、更好玩了。哎，你们看，那边的瑶族长鼓舞已经跳起来了，咱们啊，走起！We'll be right back.
春风雨露啊一相逢，便是你我两心相悦，悄悄诉说涓涓思念。白露依偎在晚风间，春风雨露啊一相逢，便是你我红尘相携，轻轻挽手慢慢相见。晚风长晚醉白露面。这是红红火火，快上车，最最重要的是叮咕噜贼哦，你们可以买一双广东卫视的龙年袜子哦。哇，原来宇宙的尽头是直播带货啊。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一转眼就到年底了，财神我啊，再完成100万的 KPI 就可以晋升为福星了。谁会是这个幸运锦鲤呢？让我看一看。哦，找到一个向上向善的人，让他自己说出爱拼才会赢。Easy job 了。谁好呢？啊，就这个后生仔吧。你好，大湾区的新鲜生菜，有菜头菜尾的生菜。啊，心想事成的香肠8块钱一斤。嗯，贵有贵的道理。哦，快过年了，买10斤给大家试试。好，爸爸，我转钱给你啊。嗯，谢谢。哎，我在推销我的身材，怎么可以反推销了？
谁呀、啊？猜猜我是谁？你呀、啊，别推销我啊，我不会买的。哦、啊，你有一个快递。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下一句是什么？我不知啊，你要唱戏的，你去隔壁吧。我是财神，特意找你拍来戏。你赶紧走吧，我口求你啊！哎，我现在都没有时间跟你胡闹了。我看到外面的菜棚堆满了菜，大丰收，怎么还愁眉苦脸呢？哎，我从香港来到这里，原本呢是想着科技兴农，用新科技的种植技术，帮着我们的乡亲们的蔬菜大丰收的。可是我的销售能力不行啊，你看我现在看着我的蔬菜滞销了。嘿，这些剩菜值多少钱？100万。那就容易了，你就跟着我唱，我就直接给你100万。大哥，我是卖菜的，我不是卖枪的。你怎么这么固执呢？因为我相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打包了些饭送给你啊。啊，包租婆，哇，乜你今日咁好啊？多谢你喎。系啊，客咩气啊？哎呀，今日去饮咧，见到好多赠送，咁啊，打包俾你啦，费事浪费啊嘛，系嘛？你好。哎呀，哇，戏台喺隔篱喎，做乜喺呢度搞搞震啊？嗱，咁你慢慢食啦吓。戏台喺隔篱啊。吓。嘿嘿嘿，这不是有免费的午餐吗？个巧合而已。我还是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好，是时候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巨爆喷！哇！巨爆喷？对呀、啊，可以让你的财富瞬间翻倍的法宝。你看，我的仓库的菜还 double 滞销了。我不管了。你就跟着我唱哈，就直接给你100万，这样就解决了吧？不行不行不行，因为我答应了乡亲们，如果我把这个单子做好了，啊，我就会有更大的市场。你给我的不只是100万吗？也不是一个亿，我要的是个更远的未来。啊，格局这么大吗？嘿嘿，果然我没有看错人。好，我就帮你扩人。三才童子来了来了！呜呼！哎，小三，好久不见！
秋实万事兴。祝小朋友们聪明伶俐，节节高。祝有情人情比金坚，甜蜜蜜。祝追梦人龙腾虎跃，蒸蒸日上。祝长辈们福星高照，笑口常开。龙年龙舟入水，祝大。小婷，我是冰姐。春晚进行到现在，我们也要非常感谢合作伙伴对我们的支持，他们分别是晚会联合特约中国艺术酱香引领者国乐酱酒，文旅合作伙伴长隆度假区，大力赞助广汽埃安更聪明的陪伴，晚会指定产品专注高品质天然美钻的钻石世家，全市广府原味的雁塘老广州酸奶，以及健力宝、百度西藏、百度网盘、武汉乐巢、李泰利集团，感谢你们。是的，那么同时在这里还要感谢街西县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是的，哎呀，说了这么多感谢啊，我们是不是也要给观众朋友们来点实际的？那当然必须有。小婷，我跟你说啊，新年一定要穿龙袜，这样才能一年行大运。由广东卫视和回力联名达布袜业生产制作的2024弯曲龙年文创系列潮袜正在火热出圈当中，赶紧行动起来。而且今年春晚啊，还有弯曲春晚元宇宙分会场，大家只需要打开微信或者百度扫描右下方的二维码即可进入了，赶紧跟我们一起沉浸式的体验春晚吧。同时还可以登录广东卫视视频号直播间，边看直播边点击屏幕左上角的抢福袋，就有机会获得由国乐酱酒、钻石世家、雁塘乳业和健力宝提供的丰富大奖，并且呀，每10分钟就有一次的抽奖机会，所以大家还不赶紧拼手气，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雨熙。我们说现在在哪里？新年湖在。我们带您看看年湖的年味儿。都能够龙腾虎跃，龙马精神。上微博搜索广东卫视龙年弯曲春晚，进入微博实况热聊，与你喜爱的嘉宾边看边聊。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广东卫视龙年弯曲春晚，了解晚会更多精彩内容。上今日头条搜索弯曲春晚，查看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参与龙年春晚有奖征文活动，分享你喜欢的精彩瞬间。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在你心里已朦胧，那熟悉的声音好像是你又不是你。人海里匆匆相遇，一样的清风会不会跟随你足迹？冥冥中那熟悉的气息迎面走来又远去。所有都忘记，只留下勇气，我要和你一起面向大海，在一样月光里，我要和你走到下个世纪。就勇闯四方，胸怀希冀，患难同往，将红一场耀眼照遍大江，半生走远方，家里烂漫梦连星方，白云下重遇内心。首先哈，欢迎张翰来到我们的湾区做客，当然要欢迎我们的吴克月还有我们的东山少爷回家过年，欢迎大家。大家都知道啊，去年张翰出演了《珠江人家》这部戏，一经播出可以说是火爆荧屏，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说在追这部剧，而且啊，他们都想问张翰当厨师的感觉怎么样。当厨师既幸福又辛苦，对，
然后呢在这个整个的拍戏还有学习的过程当中，学习到了很多我们广东美食的文化。我要考考我们的张翰了，用三个词来形容你心目中的广东味道。我用我这三个月拍戏的专业来回答这个问题。 Yes， 第一个是有机味。有机味在广东话里面呢叫做有机味、那么它的意思呢是说食材特别的新鲜。完整版它应该是这么说的，鸡有鸡味，菜有菜味，鱼有鱼味，虾有虾味，有点味。第二个，这个专业的厨师最讲究的是有火气。有火气是吗？说到国庆呢，其实就是用一个非常火旺的一个火候来做一道美食。那其实在广东也有一道主食叫炒牛河。太熟悉了。对，那这道炒牛河呢其实就是非常有有火气的一道佳肴。第三个，好合味。好合味这个词儿我特别喜欢，就是指我们这道菜很合心意，好有味道，就像我们的烟糖牛奶一样，喝一口，嗯，好合味呀、别忘了还有咱们的广东健力宝、那喝起来也是好合味。那么刚才哈三个词很地道哈、接下来呢这个考题升级，难度，张翰继续接招，用一句话来形容广东，给出怎样的答案？一句话好难哦。那我还用吃来回答。好，好吃广东，好吃广东。哇，好精炼的八个字啊！所以说，无论是好吃还是好吃，我们广东啊都是实至名归。尤其呢，在去年广东的潮州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美食之都，一共全球十个名额，咱们大湾区就有三个，另外两个呢分别是澳门和顺德。所以啊，咱们 Lido 真系好多嘢食噶。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广东，吃起来好不好？吃起来。当浪过万瓢盆在响，火苗起舞我身材飞扬，轰隆抗浪抗浪抗，轰隆抗浪抗浪抗，尝一尝岭南的风味妙在舌尖，轰隆抗浪抗浪叮铃当啷，华灯初上闹市西，原料经早已备齐，食咖喱逐渐接住嚟，你睇人多档口太细，宁愿来于天际，鸡尾虾做字虾两乌龟，排瓜蒸炒菇断圆排，霸王花包靓汤醉润肺啦。你爱人似一块桥梁，
爱念乞丐 Q 牛，爱念乞丐 Q 牛 ，Q 足你妹脆 ，Q 足你们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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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下一站去哪儿啊？去潮汕。我最爱该是碗碟刷，我爱吃泡宁盖倒瓜，我爱吃沙头盖乌拉，花无人敢盖得开，比乖乖去用盖白沙。小街头街又街菜头街自下自小街，好吃广东，好吃广东，大湾区我和你再次相聚，停不下的美食继续继续，吃一圈玩一圈多么 happy， 浓浓的人情味都在这里，我和你再次相聚，停不下的欢乐继续继续，多美味多新奇多么 happy， 好吃的好玩的都在这里，传说中弯曲人的白月光啊！哎，快打卡！你先别发，我 P 一下。你这 P 的很像外星人啊！哎呀，现在流行弯曲风呀！老板，您也还有位置吗？搭个台怎么样？肯定没问题，过年就是要红红火火。老板，给我来份白切鸡。白切鸡卖完了，我给你来一碗弯曲宇宙面如何？恭喜发财，万事如意！我是曾泽权 Louis， 非常开心可以来到龙腾盛世大湾区的现场，为你们带来我的魔术。新一你好，你好 Louis， 翔哥你好，你好。你们都知道我是魔术师对不对？当然。但是今天我不是来表演魔术的，好、啊，我是来为你们实现愿望的。真的吗？真的。过年会有什么愿望，心仪？我想想吧。我希望新的一年呢，我所亲所爱的人身体健康，龙行达达。哎，不过在这儿有点难表现哦。翔哥呢？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跟所有的观众朋友龙年行大运啊，还有就是财源广进。哇，好实在哦。财源广进这个很重要哦。是。我试试看能不能帮一下你。真的吗？对。怎么做呢？这里有一块画板。我试试看画个东西，你们猜一下我画什么好不好？好，好，好的，就是这样子，会，就是这样。啊，元宝。哇，想象力非常的丰富，没错。你画的太好了。你像一顶帽子啊。它这是元宝，幻想它是一个金元宝，慢慢的这个位置里面，出现。厉害了，谢谢。那个阮老师实现愿望了，那我的呢？你也有礼物啊，非常的特别，远从香港带过来的。哎，好，这是纸条，就是送我纸条吗？没有没有，待会我相信你会喜欢的。嗯，因为它是很珍贵的一个纸条来的哦。是。怎么珍贵呢？好，因为是我亲手用这台碎纸机碎出来的。天。还有呢？有，谢谢你们，谢谢录音。但是呢，我们市面呢很少这样子，我哋好似食斋面嘅，系。通常有些配料，是。我们来一起做个配料，好不好？好。我们来包云吞啊，包云吞。哎，可以啊。这样子，好，你先拿住，强哥。好，好，我的，心仪，你也拿一张。就用这个纸来包啊。对对对，我也拿一张，幻想它是一个馅料，把它扭作一团。好的，好，
你幻想它是虾子啊、猪肉啊都行，幻想想象力啊， okay. 扭作一团，之后再拿一张，再拿一张包住它是吧，再拿一张，它是云吞皮 ，OK， 好，幻想它是云吞皮，好，形状大小随你喜欢，看你的手工艺喽。好了，好的，啊，看看心仪包的怎么样？这个小哎，喂，就一般了。你 OK 啊？可以吗？小云哎，翔哥，这个小云他跟我这个差不多。好，先放在这里。好，这个位置，想象力，幻想，它是一个真的云吞。哇，冒烟了。是真的云吞吗？那可以吃吗？等一下，是真的云吞吗？是真的，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奇迹。我把这个云吞啊放去这个面里面，就变成我们香港特色的云吞面了，对不对？哇，好棒好棒！那个对我有点不公平，是不是？我这个没放啊，是他嫌它太大了吗？忘记了，没事，再来一次就好。来，我们要睁大眼睛看了，直接变云吞！哇！云吞！太神奇了！再尝一个吧。尝一下我自己亲手包的，好吃！真的？真的特别好吃！谢谢你们！谢谢路易斯。看起来你们蛮喜欢食物的魔术，对不对？是啊。但是翔哥，你还没有尝到我的手艺，哎，来尝一尝吧，好不好？来来，过来这边有请。啊，有鸡蛋。对，请过来这边啊。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培根，还有鸡蛋。嗯。好，这个鸡蛋很特别哦。为什么呢？我帮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好事。为什么呢？仔细看就知道了。这次要睁大眼睛，你看它慢慢的从一个分裂出来，哇，你看一点一点的变成两个，哇，好事就一定要成双，对吧？怎么可能，就发生奇迹了。现在我们吃的都有呢，还差点喝的吧。祝大家新年吃好喝好，抢美食，品好酒，品国宴，国宴酱酒，新年快乐，饮杯啦！一刻入味。情节是自强的风骨，一起来，龙族，龙族，烈风中飞舞，飞龙在天，一样来福。
城盛世大湾区2024龙年春节晚会的现场。我今天在现场可是发现了一个显眼包，开普勒星人，你在干嘛呢？我在跟家人们直播呢。爸妈，我看这就是粤港澳大湾区，这里有好多外星人。叔叔阿姨，新年好，给你们拜年了。哎，你们放心啊，这个开普勒星人小帅啊，他在我们这儿是玩得特别的高兴。儿子，你出息啦，你是我们开普勒的骄傲啊。你看都谁来了？大姑、六婆、老姨、大表姐，你们也过春节呀？是啊，春节好有意思呀，我们也想去湾区过年。放心放心，不管你们是来旅游还是工作，湾区都欢迎你们。来了湾区就是一家人，而且啊，咱们大湾区那是英雄辈出、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哎呦，你干嘛呀？这回来的路上就一直拿着报纸挡着脸。你没看到吗？家门口很多摄像头啊。哎呀，给校长送礼，解决女儿上学的事儿，这很丢人吗？丢人。老婆，我最近读书看报了，中央三令五申对腐败零容忍，而且啊，行贿受贿一起查，老虎苍蝇一起打。你说谁苍蝇？你说谁老虎呢？老婆呀，你不是经常说那个南越清风网吗？嗯，你不是对那些曝光出来的案例恨得牙痒痒的吗？嗯，可你看看，看看你现在，你怎么了？正义感去哪儿了？旅游去了，快把他找回来吧！哎呦，现在是说这话的时候嘛？那女儿马上就要小升初了，这当妈的不得给她选个好学校嘛？哎呦，按我说呀，这里就不该送，按学区划分到三中，三中挺好的。好什么好？还是一中好。哼，老公啊，嗯，我跟你说，这一中啊可比三中好多了。你那个兄弟周佳明不就在一中当校长吗？哎呦，着什么急呀！我不管，我就去一中。老婆呀，我最近又读书看报，教育领域是反腐的重点呐。就这样去送礼，然后把那个礼品卡放在我那个猪脚面的礼盒里面送给……哎，幸亏周佳明不在家，收礼的是他的小舅子。这俗话说得好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他最近可是有了条缝，他裂开了。裂？我说的是缝。缝？他那条缝就是他的小舅子。小舅子？来。哎，他小舅子啊，最近在饭局上说，我姐夫那可是一中校长。嗯，我这个小舅子也是很有能量的。哎，家庭地位很重要。嗯，我姐最疼我。他吹牛的。不不不不不，嗯，这就是信号，这就是缝。哎，懂吗你？老婆，法律可不给你这条缝。我最近又读书看报，刑法修正案最近已经通过了，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哎呀，你这里送的我真的是压力山大呀。行了吧，你学的那些法律都用我身上了呗。然后我哎呀，周佳明啊，来电话了。接呀。我接，我说啥呢？接。哎，喂，佳明。哎，什么？马上到。哎呀，对，来喝茶，喝茶。好，等下见，再见。看，贵客临门，有份儿。咱闺女上学的事儿啊，有戏了。倒茶。哎哎哎，媳妇儿，你让你弟别乱跑啊，乖乖在家等我回去。哎呀，行啦，你就不要再哭啦，我这边忙完就赶回去啊。哎，来来来，佳明。哎，哥。哎呀，嫂子，新年好啊！哎，给你们拜年。哎，嫂子，嫂子，你啊叫我佳明就行了哈。哎呦，哎，佳明，哎，你怎么了？你瘦了都？哎呦，你别话了，周校长。哎呦，您可是我们家的贵客。哎，来来来，请。哎，嫂子，坐坐坐坐，太客气了，坐坐。好好好，来来来。哎，哎呀，来来来。啊，佳明，喝茶。哎，好好好好，哥啊，你送我的那个猪脚面啊，我收下了。哎，但是这张卡呀，我是坚决不能收啊。哟，人家不收，您就收下吧，这是给女儿买文具的。买文具的，这卡里的金额啊，别说是买文具了，买文物都够了。哦，不收不收，绝对不收。踹你都。那个。佳明，哎，你坐哈。好，老公，来，哎，喝茶，哎，喝茶啊。好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打感情牌，翻旧账，能行吗？哎呀，佳明啊，哎，那个，
哎呀说话呀，我说啥呀，我啊，对了，佳明最近有读书看报不？有，你说的是啥呀？佳明，哎，嫂子，好久没来我们家了。哎，这都怪我，我应该啊多来看看你们。就是怪你，哎，怎么能怪周校长呢？周校长平时事务多繁忙啊。哎呦，怪就怪我跟你哥不好意思打扰你。嫂子，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和我哥什么交情啊？那是，你哥可跟我说了啊。那上中学那会儿你家庭条件最差，那饭卡上可都是个位数，你哥号召全班的同学给你打钱呢。哎呦，你后来到那个财务处打出那么一长串的名单，那排在首位打钱最多的是不是你哥？对，榜一大哥。我记得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啊，我哥经常从自家打包那个猪脚面给我到宿舍吃，哎，我吃面，他自己喝汤。哎呀，对，哎，猪蹄，金榜题名，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咋没考上呢？嘿，我跟佳明是好兄弟，佳明辅导我数学，我数学学得好，开了猪脚面店，然后呢，成了企业家，当了大老板，所以娶到了好老婆。佳明。哎，你呀，自从师范大学毕业以后，那是一路顺风顺水。我跟你哥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啊。后来你当了一中校长，那是繁华似锦，前途无量。嫂子，你有什么事儿啊，就跟我直说。哎，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只要是我周佳明能办的，我在所不辞。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建强，哎，你说，我。你刚刚一直在说，现在让我子欣，我女儿，你侄女，现在马上小升初了，按学区划分到三中，但是呢，我们主要是她，想让她上一中，你就给帮忙，一句话的事你给办了，行不？不行，哎，漂亮，不行。她说不行啊，不行啊，嫂子，那个市里有规定，市六所中学一律按学区划分，谁都不能徇私舞弊。走后门通关系，我不能开这个口子。对，没缝。他林建强，哎，你的榜一大哥要你办事不行，不行，不行。他供你吃，供你穿，供你猪脚面的狂欢，不行，不行，不行。三年来我们从没求过你，就这一句话的事儿，不行。哎呀，真不行。哎呦，佳明，你先接个电话吧。李主任，纪委指出的问题很具体，我认识到了。纪委找他啊？难不成是他小舅子的事儿被查到了？嫂子，啊，我刚才呢说，我再接个电话。哦，别慌，还不一定呢，检察院还没找他。啊，检察长。我们一定认真吸取教训。教训不会很严重吧？不，很严重，我一定认真自查。哎呦，别慌，只要法院不找他，我们还有一线希望。嫂子，孩子那个事儿，我再接个电话。完了，肯定是法院。哦，快递帮我放门口就行了，谢谢啊。哎呦。哎呦，佳明，你挺忙啊。哦，哥，我回吴院长一个消息，完了再聊啊。是的，是的，吴院长，法律纪律的问题都要讲清楚。哎呀，佳明啊，这个吴院长是法院的吗？是的。哎呦，完了，他被正义的力量包围了。哥，我知道呢，你们这次找我啊，是因为孩子的事情，可是这个事情真不行，一来呢，我不能走这个后门；二来啊，我现在也不是一中的校长了。啊？你不是一中校长了？你下来了？啊？你哥一直不让我找你啊，就生怕我害了你。我们做梦也没想到，你的这条缝也裂得太大了。什么缝啊？他把你比喻成一只蛋。蛋？
佳明，我说你两句愿意听不？愿意。起立、你是优秀党员先进模范，你曾经是我心目当中的骄傲啊，可我万万没想到你才当校长几年呢、思想松了，信念崩了，风也越来越大了，原本一步一个脚印也让你踩空了。你都把我说懵了，你在说什么呀？别说了，在里面好好改造，兄弟我跟你出来。我出哪儿来呀、哎呦，我是你兄弟，我做不出那种人走茶凉的事情、哎、哥，茶凉了。哎呦，我说到哪儿了？我出来出来出来啊！你跟着兄弟一起卖猪脚面啊？周佳明，兄弟我养你啊。哥，我有班不去上，跟你卖什么猪脚面呢？哎呦，周佳明啊，你怎么就没有意识到你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呢？我什么错误的？我哦哦，我先接个电话。哎呦，别接了，跟你聊会天接了三个电话了，不接了。哎呀，可能是工作上的事儿。哎呦，工什么作呀？你下班了。是，哎哥，喂，下班了，不找。教育局周局长，你还周局长呢？我是他。周局长，哥，我忘了跟你说了，下周我就到教育局去报到了。啊，我把电话给周局长。老婆呀，来，我想问一下，是周局长大还是周校长大嘞？哎呀呀，他当然是局长大了。那校长管的是一所学校，那局长管的可是六所学校。懂了，兄弟呀、啊，对不起呀、啊。刚刚兄弟我说话说的有点重，对不起，对不起，哥。哎呀呀呀，没事。哎，周校啊，不，周局长，恭喜恭喜啊！我就说嘛，咱们佳明怎么会出事儿呢？对，出什么事儿啊？就是那个小舅子呀。哦，我那个小舅子呀，爱喝酒，酒坛子，一喝就喝醉，一喝醉话就多。他还说，我一句话就能把孩子办进一中，原话。对，哎呦，他这一顿饭呀，许出去了一个班，幸好没有拉群呐。这都怪我呀，在家风建设上疏忽了。那你刚才那几个电话是？啊，教育局之前的那个局长啊，被抓了。哦，纪委指导我们组织召开以案促改的民主生活会。纪委说你的问题很具体啊，是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具体。检察院也说很严重，他们特意打电话叮嘱我，廉洁自律，一定要提高警惕，尤其是要端正家风，管好裙带关系，打铁还需自身硬。纪律法律问题也要讲清楚。我是想请法院的领导给我们上上普法课，还要讲讲纪律。标准更高，我就说嘛，我的好兄弟绝对不是那种人。嫂子，哥，哎，我还想跟你们说呀，我妹妹的女儿明年也小升初，哦，也在三中，和你们的女儿一样，马上就成为同学了。哎、啊，那你自己家里的人你也不管？现在呢，全市教育资源均等化，在哪儿上学都一样，都是好学校嘛。可就是还有很多人不太理解。哦，对了。我得回去啊，劝劝我妹妹，她还正在生我的气呢。你看看人家的觉悟。请你们放心，我还是那个周佳明。哎，我永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大家。好，好，佳明，嫂子信你。那咱女儿就去三中。三中不改了，不改了。哎，你说你还给人家送礼，道歉去。哎，哎呦，佳明真是对不住，我差点就信了你小舅子了，你。哎呀，嗯。哎呀呀呀！哎，我想起来了，我得赶快回去端正我小舅子，有些隐患呀，必须及时掐灭在萌芽中。哎，对，哎，等一下啊，我陪你去。不不，你去干什么呀？哎呀，我帮你把那个缝给堵上啊。哦，对。哎，等等我啊，我要让他好好看看南越清风王，要让他知道腐败是最大的耻辱。哎呀，哎，回来了，回来了。什么回来了？我的正义感回来了。走走。嘿嘿，
准备，真正创新浪潮的来临，木棉紫荆荷花相互辉映，百年奋斗新时代的气息，产业与科技在碰撞，带给我们带来个新的奇迹，是科技相互超越人性的力量，广东制造名气响彻大地，新生活的开启，城市瞬息万变，低碳环保助力 GDP， 造福百姓，以新中心新能源当主力，这是工业竞赛的真名器，百臂有力气步伐铿锵，我们冲向世界的决心，战机却乘风破浪，加速迈进 ，All in all in， 势在必行 ，Serving serving， 新一年新的蓝图和憧憬，高质量是我的动力和引擎，进入赋能的未来科技，步履不停，探索发展路径，闪耀这片岭南大地，吸纳各方人才在汇聚湾区，组车新势力，做湾区最闪亮的名片，国家在乎今日，力借助待以不交臂。生产线承载梦想美好明天，散漫都难缠，大湾区有最好的环境。咱们新老朋友来湾区过年啊，哎呀真好，刚才新年第一天咱们威风锣鼓一打呀，我觉得整一年保你精神抖擞。嘉南老师，您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老朋友了，好像听说第一次跟机械臂合作，您觉得他们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头一次跟这些机械臂我弄得还有点紧张，我觉得他们绝对特别的铿锵有力，而且非常前途无量。铿锵有力，前途无量，那真是不光在舞台上惊艳。您知道吗？咱们广汽埃安的机械臂不到53秒就能造出一台车，那真是前途无量。这么快，比我敲鼓还快，都快超越您了。是的。旭哥呢？今天感觉怎么样？首先我特别喜欢这两个机械臂，我觉得特别的酷。嗯。然后我平时去国外演出的时候，也会在街上看到很多我们的中国新能源超跑。所以首先很为民族企业骄傲，然后在我这里给个大大的 respect， 大大的点赞，尤其是在2023年，咱们中国汽车的出口总额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了，湾区汽车制造更是走在前列，勇夺第一，立下大功。哎，两位看前方就有一辆非常拉风的超跑 Hyper 浩博，江南老师您车技怎么样？要不咱们开上新能源车去花街逛一逛，走吧，我们说走就走。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你看别的城市都是在跳广场舞，咱们佛山呢是在打广场舞。哎，没错没错，我跟你们说啊，这佛山功夫也是相当的讲究，先得后益，而且呢也出现了像黄飞鸿、叶问、李小龙这样的一代才武双全的武术宗师，厉害了。哎，然后啊，再通过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的推荐，使得洪拳、无影脚。还有咏春拳等等享誉全球，成为国际语言，太厉害了。哎，不过刚才佳琪说的这个咏春、蔡李佛拳，还有我们之前听的越剧，以及他们身上穿的香云纱、手上提的灯笼，那可都是列入了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我觉得这些好东西
早就听闻佛山拳脚了得，趁着湾区春晚，峨眉凌云，特来请教。啊？饮茶先啦。新年流流，封翻封利是，嚟都嚟咗啦，不合适。我系长辈，那也不行。仲系细路，真不能要。嗯？想要利是，要靠真功夫咯。那我不客气啦。喂，古董嚟噶，红木嚟噶，出嚟打。师傅咁样招呼客人嘅咩？边个？蔡礼佛李伟峰。原来是李师傅，峨眉凌云，特来请教佛山拳脚。系啊，我哋佛山独有嘅架撑。利是唔攀比啦，冇错，食过两晚夜粥。夜粥，尝尝看啦。食过夜粥就系练个功夫咁解。年轻人就算晚头黑都要俾心机练功。起。左为四，右为五，五湖四海以和为贵。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当然少不了走亲访友，那么你知道今年我们送什么礼物最合适吗？哎，我跟你说啊，要是送亲友送长辈的话，那一定要选择我们的春晚联合特约中国艺术酱香引领者国乐酱酒，因为酒香浓，情意重。好嘞，那年轻人和小朋友们最合适的肯定是咱们晚会的指定产品雁塘乳业联袂广州百年西湖花市推出的2024龙年新春版牛奶啦。如果是朋友相聚的话，那当然少不了咱们的春晚指定产品健力宝。新年健力宝，保你新年好，保你龙年行大运，保你事业步步高。哎，好了好了好了，更多的保你体啊，我觉得还是要留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起创作，感谢你们，谢谢。上微博搜索广东卫视龙年湾区春晚话题页，看晚会精彩舞台，分享你的新年观后感。上苗东百科看湾区春晚短视频，硬核知识都在这儿。上今日头条搜索湾区春晚，查看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参与龙年春晚有奖征文活动，分享你喜欢的精彩瞬间。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我愿乘风入青墨，随影追月动，明月已朦胧，伴着半夜露芳容，无间绕青山，是一座城市灯火璀璨。碧林洁白，像一颗温暖。天高海宽，通成一座大船。千万同胞血脉相连，
迎接游子欢。很大，其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国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毅力，家是幸福的洋溢，国的每一寸土地，家的每一个足迹，国与家连在一起，创造地球的奇迹。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国是我的国，水是我的家，碧海蓝天是我的家，围屋骑楼是我的家，大城小镇是我的家，广东制造撑起家的脊梁，小巨人为家增添新的亮色，家是最小国，每个小小的纽带编织成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是千万家，创造满满的幸福，散落在每一户寻常人家。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新的一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20届二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新的一年，我们围绕落实1310具体部署，深刻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在新征程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新的一年，我们要扛起总书记赋予广东的使命任务，振奋精神加油干，团结一心加油干，形成人人努力、个个想干，共同建设现代化的生动局面。新的一年，我们要与时间赛跑，用结果说话，把广东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图景一步步变为生动现实。新的一年，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龙腾盛世、繁荣昌盛。祝愿我们的湾区越来越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再次感谢您收看广东卫视龙腾盛世大湾区2024龙年春节晚会，朋友们，我们明年再见。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龙年行大运，来腾讯视频看湾区春晚，让鹅陪你一起团团圆圆过大年。看湾区春晚，收获成吨的快乐源泉，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上今日头条搜索湾区春晚，查看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参与龙年春晚有奖征文活动，分享你喜欢的精彩瞬间。稍后继续，马上播出。哇，哎，小婷婷，有发现吗？今天咱们台上的主持人每一个都是闪闪亮亮的。对呀，好美啊。是的，这是因为他们佩戴的都是咱们的晚会指定产品，专注高品质天然美钻的钻石世家的首饰。是的，如果你也想要布灵布灵的话，就可以边看直播边抢福袋，就有机会获得由钻石世家送出的精美小礼物哦。没错，那么最后还要再一次的感谢湾区春晚的各位合作伙伴们，他们分别是晚会联合特约中国艺术匠匠引领者国乐酱酒，文旅合作伙伴长隆度假区，大力赞助广汽埃安更聪明的陪伴，晚会指定产品专注高品质天然美钻的钻石世家，诚邀肠胃对牛奶敏感的你亲身体验的燕堂 AR-Beta 酪蛋白牛奶，以及健力宝、百度欣赏、百度网盘、武汉乐巢里、泰利集团，感谢你们，谢谢。欢迎小伙伴们上 B 站参与今年春晚看什么话题，投稿你与湾区春晚的小故事。欢迎大家来湾区过年，幸福快乐在湾区。烟火璀璨照亮天，自信了无心片，风箱声动玉壶贯穿，抛出声声锣鼓连连，欢声笑语迎新年，龙腾不悦，看你好运龙腾不悦，火树银花照人间，四季随心春风满面，四季随心春风满面，鞭炮声声响彻天，大吉大利一中国年，大吉大利中国年，夫妻迎门喜开眼，迎接好运万事如愿，迎接好运万事如愿，生活比蜜甜，心愿美满浪漫喜悦，心愿美满浪漫喜悦，来湾区过大年，人人都是最靓的仔，加油。感谢独家社交合作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感谢新华网、华语之声、抖音、今日头条、搜狐、新浪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网易号、掌上有余、驴火娱乐、飞熊娱乐、星伴、咸鸭蛋生活、异样飞行、杨子巷、飞偶、飞鱼、柠檬娱乐、观众网、新米粒的大力支持。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